据媒体报道，前 2N1 队员 CL 因体型变胖引起热议。 CL 于昨晚参加活动时表示自己并不在意此事，也呼吁歌迷不要在意他人言论，活出自我。 CL 在韩国拥有着很高的人气，他霸气的台风让粉丝们着迷。最近 CL 发胖照片曝光，让粉丝们都无法接受。一直以来 CL 都是以火辣的身材出现在大众面前，而这次的一反常态让粉丝担心 CL 是不是身体出了问题。对此 YG 方面表示，CL 的身体十分健康，没有任何的事情，发胖了只是因为没有健身，今后会注意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